友，大家午安。又到了我们韩国瑜国政顾问团每周一次政策直播的时间。今天因为韩国瑜市长在高雄市议会质询的关系，中午没有时间参加我们的直播，所以今天这直播呢由我来主持跟说明。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是环保跟生态。那么跟我们一起做直播的两位朋友呢，一位是我们国政顾问团的副总召集人杜子君，杜博士。另外就是我们的环保跟生态组的召集人魏国彦魏教授，大家好。我想他们两位大家都很熟悉。杜子君以前是行政院副院长，然后魏国彦以前是我们环保署署长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环保跟生态，大家都很清楚，说我们人类啊，最近这么多年来，其实耗用了非常非常多的天然资源，那么大自然也开始反扑，很强烈的台风、超级台风、洪水、干旱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人类啊，其实这几年已经开始反思，说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回顾，或是开始反省，说我们对于天然资源的耗用，还有我们照顾大自然的方法，是不是要有些改变？所以呢，这个环境永续发展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普世价值啊。那么，今天我们挑这个主题来跟大家报告的原因，是因为各位可能都清楚。说这个9月23号礼拜一啊，联合国在纽约开了一个全球气候变迁行动特别峰会，有66个国家的领袖出席。那么有一个小插曲呢，就是川普总统原来说没有去，没有要去，结果又突然跑去讲了15分钟的话啊。那么这次的这个峰会啊，也有2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的这个首相领袖啊，刻意的没有受邀，是哪两个国家呢？是日本跟澳洲。他们这两个国家没有受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现在啊还在继续的新建燃煤电厂，所以这个联合国的峰会觉得说这两个国家基本上就已经跟这个全球减碳的趋势已经背离了，所以日本跟澳洲两个国家就没有受邀。那么在这个峰会之前呢，联合国公布了几个数据，从2015到今年2019年这5年的数据啊。这个数据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不乐观。这3项数据我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这5年来的平均温度是有史以来有记录以来最高的5年的温度，换句话说最热的5年啊。那么另外呢，全球排放量，全球碳排放量，比上一个5年，就是2015年之前，增加了20%。所以我们不止没有减碳。我们这5年，就是到今年为止的这5年，比前一个5年期啊，多了20%的碳排放。最后呢，就是大家也很担心的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这5年来每一年上升半公分，半公分看起来不多，可是5年呢就2.5公分了，所以这个数字也是蛮惊人的啊。那么，所以这个是联合国峰会之前公布的一些数据。那么这次联合国峰会最引人注目的新闻，当然就是有一位15、16岁的小女生，瑞典的小女生叫做 Greta。这 Greta 就是我们现在上面这位啊。Greta 到这个峰会去呢，非常生气的讲，对这些川普等这些世界的领袖讲说，人们正因为气候变化受苦难，丢掉性命啊，淹水啊什么的，你们这些大人还好意思跑到联合国？说你们已经尽力了，你们好大的胆子！这个是我们这个瑞典小女孩哈，他们关切他们下一代，这让我想起一句话，这我们的蔡英文总统以前呢，跟李远哲讲过一句话，他说空气污染是下一代的事情，2025是下一代的事情，跟这个瑞典小女孩的这个抗议啊，其实就知道政治人物为什么会让这些小女孩或这些年轻一辈来抗议了。那么当然了，这个瑞典的这小女孩在联合国讲过这个话以后啊，其实啊，她就号召啊，全世界185个国家400万的青少年要响应这个号召，要罢课走上街头。当然，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并没有罢课走上街头，但是我们台湾年轻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提出所谓的气候倡议，呼吁我们目前在准备参选总统的各个参选人呢，要提出气候政策啊，说在1个月之内
希望看到我们所有总统候选人回应，上礼拜五吧，因为它是 Friday for 什么，那个 Future，for Future，Friday for Future， 所以他们是在上礼拜五，从好像九岁的一个小朋友，一直到高中、大学，都有年轻人出来 Friday for Future， 说我们希望所有总统候选人要对这个气候政策有所回应，一个月之内。然后呢，特别呼吁说不要忘了把资源留给下一代。那么其中呢，就是现在这张照片啊，这个就是我们台湾那几位年轻人。那我引用两位小朋友的话，其中一位和平实验小学九岁的一个魏宏展，才九岁啊，说学校教导小朋友要懂得分享，但是为什么大人却忘记把地球的资源分享给下一代呢？这我们身为大人听起来都很惭愧，对不对？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不是小朋友了，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叫林胜雅，他说哈，他讲的更挑战。他说提不出具体气候政策的候选人，就是不是真正在乎人民未来的候选人。哦，你如果提不出气候政策，你就不是真正在乎人民未来的候选人。我特别回去查了一下啊。蔡英文从2016年在选总统的时候就没有提出气候政策，到今年似乎也看不到。所以这些年轻朋友就要求所有总统候选人在一个月之内提出相关的气候政策。我要代表我们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回应我们上礼拜五勇敢站出来这些年轻人，说我们今天礼拜四，你们站出来的六天以后，我们今天算是对你们气候政策的第一波回应。我们对于所有这减碳跟气候政策不止今天，我们能源政策还有很多要讲，但是呢今天是我们第一波的回应。那么第一波的回应我们分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当然我们都知道说现在排放二氧化碳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发电。好，所以我们先把第一个焦点放在发电。我请我们杜子君杜副召集人啊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在发电这个主题上面怎么样去能够达到减碳的目的。大家好，那个各位如果还记得，在8月22号中午的时候，韩国瑜市长跟我们张善政总召集人以及我们在高雄曾经对外宣布了我们的能源的这个国家的能源政策的一个政见。那但是呢，因为那天民进党看到了能源政策里面有一个核字，就开始一直打核电、核电、核四、这个核电等等、核废料等等。他们根本没有看到那个能源政策的核心。其实能源政策的核心已经开始在回应到国际上以及台湾的这些年轻人所关心的议题。我把能源政策的三个核心我再跟各位再简单的说一下。我们8月22号提出来的能源政策核心，第一个就是逐年的要减少燃煤电厂的发电量。台湾的燃煤电厂在蔡英文担任总统的这三年多，从 40% 的占比已经升高到 46%， 未来会升高到 50%。 这个核能这个燃煤电厂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是我们国内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源。所以这个部分除了大家比较关心的 PM2.5 之外，其实二氧化碳是一个国际上又非常中长远的对整个地球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能源政策一开始就讲，我们的这个燃煤电厂的这个发电量呢，在台湾一定要逐年的下降，这是第一个重点，也回应到国际上的这样一个减煤的趋势。第二个呢，我们也讲到台湾的企业一定要去做节能，包括了产业生产事业，包括了交通事业，包括了这个住宅，我们都应该要尽量节能，减少需求就会减少排放，这个是第二个重点要做。当然做法很多，我们会在未来这个如果能够执政执行的时候，我们会把它一一的把它提出来，希望能够减少对于用电的需求，就自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第三个是最重要的重点，民进党那天根本没有看这个能源政见。这个重点就是韩国瑜市长他宣示，我们在2035年的时候，台湾的所有发电里面无碳能源、干净能源要占 50%， 化石能源也就是燃煤、燃气跟燃油这三个能源最高只能达到 50%。 这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未来要追求的。
那什么叫做干净能源？干净能源包括了再生能源、水力或者是核能的部分，我们都视为无碳的再生能源。那么化石能源，都是属于会燃烧、会排放二氧化碳的，燃煤最多，过来是燃油，过来是燃气，哦，所以呢，我们要尽量减少这样子的结构调整才能够达成。在这个魏署长在担任环保署署长的时候，当时努力通过了一个新的法律，叫温室气体排放减量及调试的一个法，这里面已经公布了我们2050年台湾的减碳目标。在这个图上各位可以看得到，在2050年在图表的最右边，在2050年的时候，法律规定的目标必须它对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要比2008年要减少一半，要减少 50%， 这个是法定的目标。前几天在这个有一位支持民进党的学者也公开的在一个绿色媒体上公开的批评，以民进党现在的能源政策的做法，到2050年根本达不到这个目标。我们不但希望韩国瑜先生当选总统之后他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更希望能够提前这个时间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如何做到，我们请看下一个图。各位看到这个图就可以知道，左边的部分都是现在对于排放量的不断的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高度。我们希望到2030年的时候，就是右边的第三个图，右边的第二个图，是我们希望我们浅绿色的部分已经低于我们当时法定的目标啊，法定的目标。那么到了2050年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在刚刚讲化石能源的 50% 的部分，我们把核能，我们把燃煤配的少一点，我们把燃气天然气发电配的多一点，比如说我们的燃煤只要配 10%， 我们的燃气如果配到 40%， 以这样的一个比例的时候呢，这样子的话，我们有非常高的机会在2050年之前就可以提前达成我们减碳的目标。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我们在8月22号的时候就已经呼应了整个国际趋势，提出来在我们的能源政策里面就已经写清楚了。我们希望大家来关心这个部分，而不是被有一些人去引导只关心到核能发电的议题。我们必须要关心到对于整个台湾、对于全球的贡献，以及我们青年朋友的未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啊，我先说明，如果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能源的配比，再加上大家一起来做一些节能的话，我们可以在国际上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模范生。好，谢谢杜子君。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自从八月我们公开了我们的这个能源政策以后啊，很多人都说我们是非常挺和的一批人。其实我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刚才杜子君讲了两个重点。第一个，在能源配比上面，跟现在民进党政策比起来，我们的燃煤比重是比它低很多。我们甚至要讲说我们的绿能比例是比它高。如果有人批评说我们不重视绿能，请你看看我们绿能的比重和现在民进党绿能比重，谁敢讲说我们的能源政策不重视绿能？我们的绿能比民进党现在要积极，只是我们跟民进党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里面有核能，大家就抓了这点一直打击我们，说核能怎么样又怎么样的，这个是另外我们以后会用技术的层面来探讨。包括前几天好像有人说核四那边有新的断层发现了，我跟我们的朋友说放心，我们韩国瑜市长一直在说技术安全，那个民意支持，所以技术安全当然包括如果说有新的发现我们会去客观的检视。那么现在很遗憾，民进党公开的资料我还要说都不够完整，我们必须要等到执政以后才能够调阅到所有相关的资料，因为现在民进党只让大家看到他想让大家看到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来客观评估说那个断层到底怎么样。不过这个岔开话题了，我要讲的重点是说，我们强调燃煤的比例降低，绿能的比例其实是非常非常积极的。这个请各位朋友，尤其是关心碳排放的朋友，请你们放100个心。再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眼界拉得更大，从发电看到整个碳排放跟未来的这个整个政策，这个就要麻烦我们的魏署长跟我们说明一下。
各位观众，各位好朋友，我必须说，我们中华民国第一，我们在法源上是有依据的，也就是刚才杜子君所讲的，我们在2015年呢，总统明令公布《温室气体减量与管理法》。第二，我们对国际是有承诺的，因为在2015年呢，我们对于国际上发布了我们国家自主减碳的一个承诺。那么现在民进党政府呢，其实也在遵守这个法律，也在谈相关的事情。进一步呢，我想我们就来做一点比较。这几年我们对于相关的数字啊，做了一些研析，然后弄出来一个比较简单的图，请大家看看这个图呢，就很容易理解刚才张院长和我们杜副院长所讲的到底啊是又是一缸什么的内涵。我们把它简化了一下啊，像这张图，各位看到最左手边呢，就是民进党口中的飞鹤家园，而且是个非常理想化的飞鹤家园。在这里面的能源配比呢，它所得到的一个得到每一度电你会排放多少二氧化碳，这边写的是0.46公斤啊。那如果说我们在2025，我们是多元来减碳，也就是说，在这个干净能源这一块里面呢，其实我们也加上核能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排放系数呢就变成每一度电呢只有0.40公斤。而这里可以看到，事实上减碳的效应就出现了。那我们前一段呢所公布的国政顾问团韩总统候选人这边，我们对2035的一个愿景或规划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到2035呢，希望核能加所谓的绿能或再生能源呢合起来的非碳能源是50%，另外呢，燃气30%，煤20%。如果用这个比例来算呢，我们可以看到排放系数呢就减到0.28，从0.46公斤到0.28，各位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相当程度的减量。从0.46到0.4，再砍了15%。是，从0.46砍到我们将来希望达到的这个0.28，2030年砍了40%。各位朋友，40%的排碳量缩减，这是不得了的成就，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对，谢谢院长，这个您的算数好快，其实是确实这样，因为我们刚才杜副院长啊，前杜副院长也提过这个事情，就我们已经有一个未来减量的路径，如何达成？这边给了一个答案，能源配比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源政策，能源政策对的话，减量也可以达成。那么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法就是守法，对于国际的承诺也可以达成。这就是我一开始在讲的哈，为了准备今天的这个政策直播哈，我上网去搜寻了一下，说到底蔡英文从2016年选举的时候，对于气候政策、减碳政策有没有什么琢磨？因为要回应我刚才一开始讲那些年轻人的诉求嘛，答案是 0。哦，我才想起来说啊，好像真的是没有印象，因为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啊，大家都给他一个绰号叫做空心菜嘛。当然这一块没有东西，到现在呢，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东西，我们拭目以待。继续。好，那个没有政策，但是我们看有没有实际。对，所以我们看下一张图啊，我们就是看最新的数字。最新的数字我们放在最中间，就是2018年刚公布的，这是能源局公布的数字。我们在燃煤发电这一块，不是对不起，发电这一块，依现有的这种占比的情况呢，排放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是275万公吨。那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中华民国立法还有对国际的承诺是以2005年啊，这边写的是268作为一个基准。那在去年，环保署经过行政院核定，已经说了，到明年就是2020年呢，要相对于那个2005的基准年要减2%，算起来的数字就是263。现在5%，不是，它那个相对于基准年，相对于基准年，2005基准年是降2%，相对于2005的啊，2018年要减5%。对，您说的对。那现在我们就是把2018跟2020做个比较，2018是275，今年呢我们还没看到数字，估计不会好到哪里去，可能还高一点。不管怎么说，2020马上就到了，剩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从一个可能275、276、277的数字要降到263，所以至少它要减
5%，这个5%是以那个基准年的268为基准，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达成的 Mission Impossible 的任务，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也应该看到底民进党政府蔡英文总统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在2020不跳票，我们认为他跳票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是第二点。那我们执政以后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大概有好几个重要的至少我们第一波呢先提出几个观点。第一，我们认为呢目前的政府组织啊可能无法处理这个问题。目前的政府组织据我所了解，我们谈温室气体减量呢其实在环保署某一个处里面的一个科的三个人在管，这个跟世界各国是远远不足，绝对做不到的。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一个公司也好，一个学校也好，我们今天谈到是中央政府，它的组织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呢有一个建议或者有看法，就是我们来组织改造还要继续进行，我们应该成立环境资源部，统合整个台湾关于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管理与保护。在环境资源部之下呢，我们要成立气候变迁司，来统合来执法来做这件事情。第二个呢，光有组织涂善不足以自行，我们还要有足够的预算和方法。那么这边我们提出要成立或设置气候及生态应变基金啊，这个部分呢它实际的金额我觉得我们还要继续来算，我们要征求各方的意见，不过我们估计呢应该至少在200亿左右每年才会够。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数字呢？我们最近注意到就是上两个月吧，新加坡政府为了因应全球气候变迁海水面可能会上升，他们呢每年要编250亿新台币这样的新加坡做一个新加坡币不是换成台币以后是250亿啊。那他这个只是为了海水面上升，他这个一编呢是10年以上，所以他是一个长期的。我想我们台湾呢，如果我们先至少开始一个气候及生态基金，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应用啊。简单说呢，应该是注意到我们关于气候变迁里面的调试啊，还有这个减量等各方面，这个进一步呢，我们国政顾问团会在往下的两个礼拜之中呢，把它的细节再拿出来讲。好，刚才讲到新加坡李显龙总理哈，他其实讲的哈是说未来的100年，各位朋友，未来100年要发1000亿的新加坡币，那新加坡币跟台币大概算25:1，好算好了啊。那个，所以未来100年要放新加坡币1000亿，那平均一年大概就10亿，再用25的汇率呢，就推成我们刚才说的大概250亿。各位想一下，新加坡那么小一个岛，它每年准备要花10亿新币，250亿台币，它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海平面上升的这个因应，对不对？比如房子要盖的比较高啊，等等的啊。但是呢，我们台湾，我们现在要准备成立这个应变基金，不只要照顾海平面上升。我们发现农业很多这些作物都生长异常，我们发现生态也变得不一样了啊，等等等的，当然也包括海平面上升，所以这250亿啊，其实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迫切需要。那我要特别提一点，李显龙可以说100年的时间准备1000亿，大家说开玩笑，开玩笑，你总理能够当多久啊？对不对？所以你讲个100年1000亿，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觉得政治家有时候必须要把眼界拉到这个样子，尤其在谈气候变迁跟这个排碳碳排的时候，我看到李显龙讲100年，我就又想到一开始我很气的那句话，蔡英文跟李远哲说空气污染是下一代的事情，好像没我的事，所以蔡英文在看的可能他到70-80岁差不多，人家李显龙在看到100年，即便他100年以后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他还在替新加坡想100年以后要怎么办，这个就是格局。我们蔡英文的格局不知道要怎么去形容了，下一代他的事我不管，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50-60岁了，哪一个人不是在替下一代打拼，只有蔡英文，下一代的事我不管啊，这是李远哲讲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三个主题是什么呢？比较软性的，就是生态。我们台湾的环境非常特殊，其实现在整个世界的生态都因为极端气候啊变得非常的辛苦，台湾尤其是地理环境很特殊，
因为呢，台湾是在大陆旁边的一个小岛，其实这么多年来，因为地理环境的隔绝啊，让台湾的生态非常非常有特色。所以我们觉得说，台湾的生态保育啊，我们要花时间去特别特别的照顾跟注意，这个是比较软性的。各位朋友可以想到说，我们在想这个环保跟生态政策，尤其是环保政策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么软性的生态，就会跟大家报告说，我们其实是会非常非常在意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的天然自然资源，包括动物，包括植物。所以这个依据清华大学李嘉维教授这方面的专家讲说，其实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可是台湾非常独特的生物，包括动物跟植物，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也因为气候变迁、极端气候的关系，其实生物都非常的辛苦。譬如说我自己来讲，我在花莲种文旦柚子，今年因为是暖冬，文旦柚子大部分都没有开花。我今年秋天文旦柚子马上到了，这一两个月我大概不会有什么收成。我一个朋友两年前他在宜兰养虾，两年前的冬天一直到春天都很冷，都一直冷到端午节突然才热起来。他放虾苗一开始下去养虾的黄金时间一直等不到，等到端午节的时候突然变热了，虾苗也不能放了，他那一年虾都养不出来，因为春天慢慢慢慢暖和，这个过程前两年没有出现，养虾的这个虾苗放置的时间也错过了。所以这边呢，我们要讲我们第三个政策，我们第三个政策就是要利用前面那笔气候跟生态的应变基金，开始来照顾台湾特有的生态。那么大家如果对于生态这一块比较注意的话，会知道说，其实过去我们李嘉维教授透过民间的募款，他完全没有用到政府的钱，民间的募款在屏东有一个叫做孤岩错云植物保种中心。这个保种中心现在国际闻名，但是它非常不容易的是说，它是靠私人资源把它给做出来的。那我跟李教授说，我们不要去干预你这个私人运作的弹性，我们国家可不可以也来参与它，给你一点经费，让你把这个东西做大，让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去外面募款啊，让你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可以花到怎么样去收集更多更好的植物。它现在只有植物，好像马上要开始收集动物，有些台湾特有的青蛙等等，它开始去收集。所以我们准备说，类似这种，我们也不是整只针对这一个单独的中心，我们觉得说我们必须承担我们台湾这个地理环境特有的特殊生态宝贵资源的一个角色，把这个角色给撑起来，然后呢把这个资源放进去，国家资源放进去，让他花他更多的精力去照顾生态。他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啊，台湾有一种兰花哈，叫做红衣紫柱兰。红衣紫柱兰呢，在高雄屏东的山区，他找到这种台湾几乎是全世界唯一才有的兰花。但是啊，很遗憾，这兰花又跟极端气候有什么关系？这个他当初找到的这兰花的栖息地啊，被莫拉克风灾的这个土石流山崩整个给盖掉了，所以这个兰花几乎绝种了。绝种了以后，他又非常辛苦非常辛苦去找，终于找到另外一个小小的栖息地，找出来，现在赶快把它移植到保种中心去了。他想把它繁殖扩大到外面，繁殖不成功，因为对它的生态不了解，繁殖到外面就死掉，送到外面就死掉，所以现在只能养到一个玻璃米里面。大家就知道说这些生态是多么的敏感，我们要支持这种事情。好，那么当然咯，那个前一阵子断交的所罗门群岛也是李教授去支持的一个对象，在那边有一个森林花房，他跟我们有邦交，所以我们当时把这个森林花房建在所罗门群岛。好，现在断交了，李教授说断交了，对不起，我们不能再继续支持你了，森林花房送给你所罗门群岛。但是这又开了另外一条路，因为这个保种中心已经到了世界闻名的地步，人才交流跟培养，所以我建议说李嘉维教授，政府出点钱帮你忙，让你更专心，可是反过来，你们可不可以用保种的这种技术交流，让台湾的外交能够走出去，我们不要限于邦交国，我们这些保种的技术可以变成我们外交非常好的一个里子外交的一个优势的一个筹码。所以我们其实讲到这边，我们希望今天表达给大家，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从能源到我们组织基金，到我们的后面生态的照顾，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台湾，我们的愿景要变成是环保
跟生态的国际模范生。我们的政策要达到这个愿景跟目标，那明年如果韩国瑜能够当选的话，我跟大家保证这个愿景目标很快可以实现。谢谢大家。